来看世界棒球经典赛 B 组，台湾时间今日透早是多米尼加对波多黎各，因为两队都已经确定晋级啊，这场比赛嘛，当讲是排名赛。每场由这多米尼加是2-0打败波多黎各，以分组第一名晋级四强。而旧金山的这首战对手是荷兰队。而咱台湾时间明仔载一早9点是 A 组冠军日本要出战波多黎各。世界棒球经典赛 B 组的多米尼加甲波多黎各前四局双方拢无得分，到第五局多米尼加靠着桑塔纳攻出阳春炮成功下一分。这一球有没有机会？波多黎各在第八局发动攻势，马多纳多先防补上进垒，接靠法鲁的牺牲打杀到二垒，可惜冈萨雷斯轰拱出的滚地球是被接掉的，传到三垒触杀马多纳多，轰杀波多黎各反攻机会。球传向三垒。八局下，多米尼加是进战一三垒，搁靠着潘尼亚一垒安打送回一分，为多米尼加搁提下一分的保险分。每场由多米尼加以两分完封波多黎各，以分组第一晋级。旧金山的四强战，首战对手将是荷兰队。而台北时间的明仔下早9点，A组冠军的日本队是要出战波多黎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